来的相声《且说话》。这场由我们两位进行表演。哎，我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叫武成龙，这位叫赖宗石老师，相声说的好话啊。您看这相声啊，大部分都是普通话，对，也有这相声比喻的用。按我们石老师来说，他呢以前呢不是说相声，那倒是在河北一带农村，你像说相声都是北京的方言，北京人一般说普通话比较多，但是现在出生在农村，以前呢不会说话，说说你选择啊，史先生小的时候经常下地干活，什么苦都受，那不像农村里的孩子没干过农活。史先生不一样，小时候天天和父亲下地干活，那是解粪打草锄地什么都干，为什么身体这么好呢？现在就是以前呢干农活打的基础，下地劳动。哎，有一次您说您父亲下地干活，经过一个河边，河边上有只王八在这晒太阳呢，嘿，这种就好，水陆两栖呀，还知道晒太阳，你看见了，爸爸也看见了，你爸爸心想，这种的弄回家去一顿也改善一下生活呀，大伙还是叫你东子，这是我的小名东子，鞭子打我，出这房子，你给就给，不给就不给。这时候你说话了，我说什么？废什么话呀？废什么话呀？啊？给你也抽不着啊！这王八多精啊，比你都聪明。我能那么说话不懂吗？大心，呵，冲子啊，你太小气了，有那么给你爸爸说话的吗？就是。啊？气得大伙也不说话，瞅我这一说，不说话了，能这样。有一次出去赶集，你家俩啊，出去买草，你家里也有牲口啊？喂牲口是？对呀、啊，一车草多少钱呢？4块钱，倒是不贵，便宜呀、啊。你爸爸一想，买了。你在这看着吧，咱在这看着，我出去吃点东西去，我饿了。吃点东西，也好喝两口。不一会儿，吃完了回来了，一看见你爸爸回来了，吃饱了，吃多少钱啊？2块钱。嚯，好啊，你这一顿饭吃半车草，有这么比喻的吗？你爸爸心想，东子东子啊，拿你爸爸当畜生你的啊，不像话。没人说话，回家你知道，就到了家之后跟你妈一说，好、哦，妈还护着你，怎么护着我了？孩子还小呢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小什么小？都19了，连话都不会说，就这都赖你，怎么赖我呀？他现在都19了，这么大了，你给他说个媳妇儿，成完家之后自然而然的什么都明白了，他就不胡说八道，兴许能好点。你爸和你妈一商量，那就找个媳妇儿吧。对，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，相中了你们村村东头老李家的姑娘，本村的。都没朋友一说吧，没朋友一说，我家怎么好？好，说这媳妇儿长得怎么怎么漂亮？是吗？大高个，1米2，1米2的大高个，身材长得也苗条。哦，有我6米大。整个一桥墩子，老妈长得跟土鳖似的，没法打呀。俩家就这么定下来了。等到迎亲的那天，谁去接的呢？谁呀？你去接的。哦，我亲自去接的亲。谁送的呢？哎，这媳妇儿啊，你妈给她送过来的。你临走的时候，你爸爸还嘱咐你呢。到这之后，别乱说话。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不说，别胡说八道的，尽量别说话，去吧。
去了。我整个一傻子，赶着车去的。这车不像现在，都是汽车，奥迪都是公车，都是牛车。好，赶着车去了，还真听话，黑路怎么走？都回家半道上，你丈母娘问你，冒什么？这孩子嘞，不说话，不让我说话吗？就是给我说的哑巴姑爷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那个，你家人大人说了，我不会说话，不让我说话。嗨，有什么话说说，没事儿，有什么呀，说吧。那个，您是谁呀？啊，我是你丈母娘。那个车里边那是谁呀？那是你媳妇儿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干嘛来了？挺漂亮的啊，啊，挺漂亮的。她怎么那么白呀？嗨，成天在家里捂着，不出门，捂就白了。哦哦，捂就白。那我这屁股天天在裤子里捂着，它怎么不白呀？没这比喻。你丈母娘一寻思，这是不会说人话，也没搭理你。嗯。到了家之后，农村的都有规矩。啊，什么规矩？结婚之前呢，媳妇儿见公婆一见面磕仨头。倒是有这么一讲。您媳妇儿到您家之后，一进门，梆梆梆，磕了仨头。哎，起来之后，嘿嘿，那个磕了仨。我妈说的。等你们俩死的时候再磕四个。这媳妇也不会说人话。爸爸一寻思，哎，挺高兴。这还高兴呢？儿子和媳妇终于凑一块了，成家了。这一个媳妇啊，气不死我。再加上个傻小子，我估计差不多了。对。十个月过去之后，您媳妇给你生一大胖小子。嘿，这还真不错。你爸爸呀，爱着孙子。那是啊，农村的都喜欢男孩。对，是劳动力。传宗接代。嗯，喜欢这男孩，拿当心肝宝贝儿。谁家不是？可是大年三十那天，您媳妇儿惹祸了。他干什么了？三十那天是你们家给祖上上香的日子。哎，对，两边摆着牙签儿，上面插着蜡烛。您瞧这摆着，上面牙签儿，这是他媳妇儿想出来的。哦。中间呢放着点心和水果，这是一些贡品。哎，这孩子不懂事，太闲了，上去就抓。大点声，你妈，妈看你，别抓。这会儿你媳妇说话了，抓他干嘛呀？这东西脏，知道吗？那是狗屎啊！爸爸一听，这是祖上上香的，这都是贡品呢。对啊，哪能这么说呀？就是。这回媳妇又说话了，她说什么？这上面供的都是什么破玩意儿啊？你爸，呵，这是祖宗。媳妇儿，哦，祖宗是屁股。嘿，他拍拍屁股，拍你爸爸拍屁股。你爸爸生气，去，赶紧走，走，给孩子喂奶去。对，该干嘛去？别在这胡说八道的。对，干嘛呀？你把孩子抱起来，喂奶。快吃啊，赶紧吃啊，孩子都不吃，他想着你点心呢。你快吃啊，告诉你，我不吃让别吃了啊。没这么说话的。这你别闹了，孩子他老是闹，他想着点心。来，跟爷一起睡觉。爷把被窝做好了，来，进来，咱们一起睡觉，快进来啊。这时候你媳妇又说话了，他又说什么了？赶紧进去。快走，这不端一会儿我端了啊！你媳妇怎么会125？你爸爸一想，呵，这一家子人都不会说话，我不是吗？气得你爸爸跟什么似的，这大年也不过了，出去解闷去，出去了。大年哪儿解闷去？就是啊，他呀没出去，就在门外边蹲着了，给气的，气得他这是胡子呢。不一会儿您出来了，啊，看见了。你不是说解闷去了吗？啊，来旅游干嘛呀？旅游让女人分来吗？爸生气也是更大了，站起来刚有了心，这会儿你媳妇舔着大肚子，我就不出来了。媳妇怎么又舔着大肚子了？又怀孕了。哦，二胎。没有什么功劳，没事家里孩子。哦，拿这爷们儿。
说话呢？这是批评批评啊！牲口，有你们跟咱爹这么说话的吗？你还拿咱爹当玩意儿吗？你当玩意儿啊？这会儿你爸起来了，别吵，两口子不愿意呀、啊。啊，一会儿没纸骂你，俩人腾腾屁股打起来了，干起来了。你爸在旁边儿劝架呀，不能打架呀，媳妇怀着孩子呢。你说了，你爸说别打了啊，还打你别打了，你媳妇怀着你儿子呢。就这会儿你说了一句公道话，我说什么了？怀着我儿子呢，怀着我爸爸我得打他。去。刚才这段啊，说的不错。对，初学的孩子，对，让他们下去歇会儿啊。换上我们二位，嗯，给您再说一段。您看这相声演员呀，啊，首先来说得熟悉历史，没错，通晓哲学。对对对，不单说周楚汉晋隋，唐宋元明清啊。就是近代有多少次战争，发了多少次大水，有多少军阀，这说相声的都得研究。都得研究？哎，是吗？哎，我问问您啊，您能说上几位近代的军阀来吗？这好说呀。啊，您说的什么张宗昌啊，齐燮元呐，阎锡山呐，韩福聚啊，这都军阀。哦，这些人跟您都熟？不熟啊，我认识他们，我不跟这儿站着了。我看您说的挺溜啊。这中国近代史都应该知道。那我问您吧，啊，这些个军阀里边啊，谁最坏？您说的谁最坏啊？那可以说是猪肉炖野猫，搁锅里全吐崽子味儿，没个好东西。哦，全都不好，全不好。您说的还真对。哎，没错，在过去啊，军阀就是毒害人民。对，您就那个韩福聚来说吧。哦，就伪山东省主席。那这也知道，哎、有点东西、哎。这韩福聚，哎，民国20年，盘踞在山东，哦，所谓叫山东省主席。对，没错，这人没文化，啊，大老粗。是啊，可有一样，还是党政军什么全管。哇，在过去啊，人家孙中山讲究是三民主义，对呀、啊，五权宪法，对对对，到他这儿不行，没有什么司法独立。必须司法独立。哎，不，嗯，所有的事儿全是他管。啊，他一把抓。您算啊，就连这个民事案件，审案都是他审。哦，韩福聚还亲自审案。啊呵，哎呦，韩福聚在山东啊，不足10年，就光审案就杀了多少人呢？是吗？多少老百姓？哎，死在屠刀之下。他还懂法律？啊，他不懂。是啊，不懂法律，那怎么审案呢？他审案有个毛病。什么毛病啊？一个人俩人不审，那怎么办呢？非得一串儿，一串儿，好几十口子吧、啊，他才审呢。是啊，哎，堂去堂空。这审案呢，也看他心情。这审案跟心情有什么关系？太有关系了，是吗？他心情要好啊，多大罪过也没罪，没罪，没罪。怎么？您比方谋杀亲夫啊，应该怎么办？应该枪毙。没罪，没罪。儿子把爸爸杀了，枪毙。没罪，没罪，都没罪。那怎么做？他有了毛病。什么毛病？审案的时候啊，不说你有罪没罪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知谁毙谁不毙？有着案件。有案件？什么案件啊？他留两撇小黑胡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审案的时候捋胡子，这正审着案呢、啊、一捋左边的胡子，怎么着？这些人全站左边。哦，审完案了、啊、全放了。哦，这就放了。哎，
审着审着啊，要一捋右边的胡子，怎么着？这些人全站右边啊。审完案呢，就都毙了。哦，这就毙了，全毙、哦，不管罪大罪小。哎，就这么两种情况。是吗？一种是放，一种是毙、哦。好嘛，不单是对老百姓，啊、哦，对他的勤务兵也是这样。哦，对他自己人都这样，都这样。他有个参谋长。嗯，叫沙月波，哦，不是王月波，哎，这人呢，给他写封信，哦，让亲兵给送过去，哦哦哦，勤务兵送过去，他正审案呢，哟，那怎么办呢？勤务兵过去，不信，您别信，啊，搁这儿，那边站着吧，搁这儿去，嗯，接着审案，嗯，等审完了案，再找这送信的，没了，没了。哎，我说那个送信的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报告主席，毙了，毙了！怎么会毙了呢？对啊，他这不是您让毙的？我什么时候让毙的？就是啊，您不是说让他在那边站着？您一捋这右边的胡子，不就毙了？好，这小子怎么该死？怎么呢？拐眼儿了，能拐住一个，这就是过去军阀最混蛋的一次。嗯，怎么？他在山东啊，齐鲁大学做讲演。哦，他还讲演啊？哦，是吗？这是蒋介石啊！啊，当年搞了一个新生活运动。啊，对，听说过，有那么个运动。这里边都有什么要求啊？什么要求？首先，嗯，讲究礼义廉耻。哦，对。孝悌忠信，对对，封建礼教。哎，第二条呢，有什么？走在路上，嗯，衣着整洁，对对对，这个领扣得给系上，假道学嘛。还有一条呢，要求这个路上的车辆行人啊，左侧通行，对，安全，跟现在一样。嗯，现在是右侧通行，对呀、啊。那会儿要求左侧通行，现在香港还左侧。哎，这个命令下到山东，嗯，韩复榘表示赞成，特地上齐鲁大学要讲演，嗯，是吗？宣传这个新生活运动。哦，他讲演，啊、嗯，那齐鲁大学得有哨兵跟那站岗，那绝对得有啊。这天早晨六点，嗯，这哨兵就去了，往这一站。笔管调直，不许吃不许喝，太阳晒死。到十二点半了，韩福聚还没到，你瞧瞧，给这哨兵累的，又渴又热，就是啊，一拄枪，一靠墙，着了啊！正睡着的功夫，韩福聚到，哎呦，这巧劲儿！小汽车来到大门口，韩福聚一瞧，呀呵。睡了，就是啊，下来紧走几步，啪，一个大嘴巴全打醒了。你他妈小子，让你站岗，你怎么睡了？就是啊，这是他妈玉不琢不成器。嘿，好嘛，还转下去。当兵的，咕咚就给跪下。哟，主席，我永远记住您这句话。记住了，记住就行了。啊，记住就行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玉不琢不成器，您知道怎么讲吗？这怎么讲啊？但是啊，是我跟这儿睡觉，您要是遇不着，您不就不生气了吗？行啊，有点学问啊！啊，不但会耍枪杆子，还会耍笔杆子呀！起来吧，没事。那个连长当的吗？当一连长，这都当连长啊！推门进去，嗯，这大厅里全是人，就是啊。礼堂，大家伙起立鼓掌。韩主席，嗯，往台上一站，嚯、哦，小黑胡，嗯，穿的是笔管条直，嚯、哦，往这一站，挺着大肚子，嗯，他就开始演讲了。哦，各位，我、哦。列位，在七位哪儿这么三位啊？今天
是江沿的天气。有这天儿吗？兄弟我啊，在下嗯，鄙人嗯，我们三个人啊啊，那是我们是嗯，刀徒哦，你们嗯。这个连长姓于哦，姓于。
连长革命干革命干了40年、这个于连长干革命，这就是第二个岗目。好，这个第三个岗目，这就三个了。我要说一说，这个我说什么呀？谁这给说的？你们大家，不是那个，他们大家，你们大家，有三家有，我们都是大家，是，我们，这个，第三个岗务啊，我说你们这个学校，你们怎么？不讲卫生，不讲卫生，怎么了？干脆啊，我说一说这个卫生的问题。啊，想什么说什么。这个卫生啊，你们懂吗？谁不懂卫生啊？什么叫卫生啊？什么叫卫生啊？你懂吗？就是为了生孩子啊。不是，为了生孩子。哎，早晨起来，我们。要打开窗子，把空气放出去啊，把卫生放进来，这就叫卫生。这哪的事儿？这是这么多的人啊，怎么不开窗子呢？就是啊，你们学校也是。我给你们的那个教育经费啊，你们都贪污了。怎么知道的？我坐小车，我进学校，好多学生打球，是啊，对啊，打篮球，我给你们那么多的经费，为什么？怎么了？让他们那么多人抢一个球呢？嗨，为什么不没人发一个球呢？那还玩什么呀？还有，我还没说完了。
人是不少。对，都是来听相声。没错，有的朋友就说了，说我这相声是生意，其实不对，我们这个是手艺。什么叫手艺？跟观众混得脸熟了，哎，我们才有饭吃。这话不对，尤其是过去，老先生们撂地演出，就在马路边上。哎呀，哥，不容易啊，这叫吃张口饭。对，今天出去演出，挣了钱了，要下来钱了，回家买棒子面跟窝头吃饭。家里还有六口人，张口给等着。我问你，等着吃饭？是，哎，对，不容易。生意是挣钱的买卖，对，有买有卖都是生意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刘先生，我他舅舅。生意人，是做买卖，做买卖，偷奸耍滑，货不真价不实。冬天吃的那个芦柑，要吃他舅舅卖的这芦柑，比冬天上澡堂子洗澡脱衣服还费事儿，40多层兜，回家一层一层剥开了，一金桔儿，这芦柑呢？还有话，还有那肉肉，大柚子，大柚子，现在还有一个柚子，对，他拿纸兜给你装好了，一层一层的，拿回家了，打开了一看，葡萄干，没听说，像话。后来这水果卖不了，这都知道，他这货不真价不实，对不对？改卖酱肉，卖那个酱肉，这回行了，一块一块弄好了。这回你不能拿纸裹了吧？对了，他也有主意，这有什么主意？多给纸，多给点纸。哎，这肉多少钱一斤？纸多少钱一斤？是，来个老大爷买肉，给我来2斤酱牛肉。好。哎，这个，给我多来点纸啊。他舅舅心里高兴啊，多来点纸好，给弄好了，拿包装上。您拿着吃去吧，吃好了您再来。哎，老头走了，没20分钟就回来了。老头如此之前，哎，怎么样？味儿怎么样？什么味儿怎么样？你自个儿看看。他打开一看，他也乐了。光顾着搁纸没搁肉。太不容易了。对，这叫什么呀？叫没有道理。就是我们说相声也得有道理，得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各位，让大家高兴。这句话说得好，干什么要什么。对，这句话很有道理。是，但是呢，也不完全正确。有的东西它就不要。那您是？卖胆子的，鸡毛胆子，不要我，要我，谁见过卖胆子的要我？那他要什么呀？扛着一大堆胆子啊，你在头里走，不，他在后头跟着，好大胆子，好大胆子，好大胆子，你要做点亏心事儿，你能自首去？是，还有这修鞋的不要我。那他们要要我们来着吗？修鞋啊，提着包，今天晚上干嘛呀？你们家有破鞋吗？你们家有破鞋吗？破鞋，就是破鞋。有这么贵？哎，那都不像话。还有什么？剃头的不要我。哎，剃头的怎么还不能要我？谁见过剃头的要我啊？拿着刀，站在前面。倒开水热，一捅一个。我谁还敢剃头？没人敢进去了。剃头现在好了，现在叫什么？这个小一点叫理发馆，对，大一点叫美容院，美容院，对不对？过去剃头呢，是挑一个挑，对，头来啊一个炉子，上面有个竹盆，这边呢一个一个小抽屉，搁着刀，上面还有这个杠刀布。哎，走街串巷给人剃头。过去呢，据传说呢，这个剃头啊是奉圣旨剃头。要奉圣旨剃头。原先呢，这个清朝贵官，这个剃头挑子上面挂着一道圣旨，哎，让人民呢都剃头，不剃头的呢就杀头。到后来呢，这个圣旨没有用了，就改成这个杠刀布。那个哎，过去是挑子剃头，现在很方便。小的理发馆、美容院多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这刘先生就爱去美容院，经常去，因为他这头发比较短，对，他一短超过半寸，他就痒痒，不舒服，习惯了，经常去，推门一进屋，有保健吗？
瞅也不容易。你看我们这后台，有一位老先生，王文林王先生。哦，这大秃子。他父亲王昌颖。对。哎，相声的老前辈。嗯。不让儿子说相声，不乐意让儿子干这个。学一门手艺，有句话说得好，荒旱年饿不死手艺人，有手艺就饿不着。到多的，你得要接着又剃头的，对不对？就把这个儿子送出去学剃头的。嗯。王先生挺成功，可是刚去不让你练，就是扫地、擦桌子、看孩子、做饭、买菜，这跟打杂似的，就干这。哎，三年之后，师傅看见这孩子是那么回事儿，也不错，才把这剃头刀交给你。哎，交给你也不让人在脑袋上剃，给你买一冬瓜，大冬瓜。哎，把这馅儿，把这冬瓜把掉了，掉在床上。拿这刀刮这冬瓜的皮儿，多的来刮的跟这冬瓜皮儿薄厚是一样的，这手腕都练出来了，刮均匀。哎，对，经常的练，练可是练，不是让你老实实在这练。还干嘛？这师娘有时就喊你，哦，这正替着呢，刮这皮儿。文林，卖东西去，买东西，刀搁哪儿？是，搁兜里，扎着。他有主意，什么主意？照这东西，走，到了，多少？买东西又回来了，文林，扫地去，扫地，扫完地又回来了，师娘又喊了，文林，打水去，到，多少？什么活都得干，什么都得干，嗯。一会儿回来又接着剃吧，剃着剃着，文林，干嘛呀？你爸爸来了，高兴了。我爸爸来了，到到，到头里一看，老王朝有王先生来了，儿子怎么样啊？练得怎么样啊？我这不行，我不行，没事，给爸爸剃吧。剃不了，我这手不行，剃不了。自个儿家人怕什么？拉一小口没事儿，就剃呀。啊，坐那儿，那剃吧。拿起刀来一桌子，害怕呀、啊。我以为，啊，头发下来了，我心里边高兴，手艺练成了。啊，正剃着了，师娘那就喊了：“文林，打水去，真烦人，到。”带相声的羊毛当有吃，亲儿子手里。这王先生亲口跟我说实事，有这事他也不能告诉你。那坏了，干什么呀？都得认真，是吧？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认真就能练出来。有酒认真。可是干什么你要不认真都不行，说相声要失误也要对，剃头你要不认真也得出错。是，那过去有一位剃头的老先生，哪位？王短友。王短友是谁呀？就是王长友他弟弟，他们家排字啊，都是长短来排。王短友，我一位剃头，剃头爱聊天，跟来剃头的他人气。我跟你说，先生啊，这头是不好剃。你说现在这棒子面的多少钱一斤？你值？坏了，给这位眉毛刮下去。先生，醒醒，别睡了，别睡了。这位还睡着呢？怎么了？你这眉毛是留着呀，还是刮了去？刮了去，我留着。那留着不行啊，我给你刮一个去了。刮一个去了，刮了。刮下去了，不像话！因为这个呢，大碗不要了，该轰出去了。不，他有主意，挑了个挑，哎，走街串巷的人，哎，把刀走了，在马路上溜，溜了五六个钟头，也没人找他剃。为什么？都知道，谁找谁该找他剃头，没往下一个，谁给他头，对不对？挑着挑着走，五六个钟头没人找，心里边难受，别。也饿了，一摸这兜儿啊，里面有两毛钱，那个年头两毛钱也是钱了，不少。拿着两毛钱，
买了一毛钱的肉，买了一毛钱的饼，拿这饼把这肉卷上，吭吭一口，心里边还舒服的，是毕竟这个热饼热肉啊，心里边还舒坦。刚吃了一口，就这功夫啊，打那边来一位，剃头的，剃头吗？给我这剃剃，来买着了。他心里高兴了，剃一个头两毛钱，起码把这饼钱跟这肉钱给赚回来了。这倒是，呵，高兴，可是也犯愁了。这个饼卷肉刚吃了一口，搁在哪儿？搁地下，都脏了。是，搁兜里，这都油了。就是，搁那剃头挑子倒是有小抽屉，人这头发茬了，没法吃了。他有主意。他把这个抽屉拉开了，把这饼啊蛋在这抽屉的沿儿上。咦，呵，哎，行行，来来，剃头剃头。这位坐这儿了，这开始。剃着剃着，打远处来了一条狗。你想这热饼跟热肉，这香味一出来，这狗可就闻见了。等一下，这狗看什么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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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吃这饼卷肉，这位没注意还剃着，剃着剃着，看就要剃完了，还剩一撮儿。他可看见这狗吃这饼卷肉，心里边这个气，着急，这头白剃了，两毛钱，就是完了，心里话可说出来了，这个头啊，算是给狗剃了。先这位，你说什么？我不认识你，拿我开玩笑。拿这眼角立瞪，这个他没看见，他还看那狗呢，他看那狗呢，狗也看他，还瞪我。底下这位说，我瞪你，我一会儿还揍你呢，打死你今天。这个看我瞪我，等我踢完了头发我再揍你，是你不揍我我就揍你。吃完了这饼卷肉，他不走，他围着他转，可能还有吃的，可真给他气急了。拿起刀来，把这狗一砍，狗躲开，猫窜狗闪，对，躲开了，这刀可就落地上，这刀就奔了，刀把也折了，这位汉也下来了，剃头这问他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剃剃，我先生，我跟你说，这头剃不了的，怎么剃不了？刀子坏了，刀子坏了，刀子坏，我剩这头怎么办？有办法啊！我给你揪下来吧。去你的！谢谢各位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大家。刚才这段传统相声《切剃头》说的好，各位不是头，对不对？但是也有道理，有什么道理？因为我脑子慢，学相声不容易，不像人家，人家脑子多快。这掌声多半是给您的，就爱听这一句，是吧？对不对？对对对不对？脑子太好，呵，我觉得这个就这玩意儿啊，就这东西，动什么讲话？就这摊摊，我还是那摊屎似的，那你就还是那只狗，想看，想看，还是不看？想想想什么呀？脑子快，脑子聪明，世界上第二大聪明人，对不对？有比你聪明，你哥哥，他哥哥比他聪明，但是呢，小的时候家庭条件不好，抚养不起两个孩子，怎么办呢？他爸爸犯愁，你说宰了吧？啊！我就不让，多新鲜！也没有狗事儿。
这样吧，给我一个吧，我也说一个。哎，人家挑，当然挑我出去。对呀、啊，把你胳膊挑走了。哦，后来经过人家精心抚养，在音乐方面很有建树，是成为一位很了不起的指挥家。喝个谁呀、啊？周周啊。Yeah,
你敢说我就敢猜，你敢猜我就敢说。来呀，啊，嗯，这头像这头，这头像这头，两头像当间，当间像两头，一个秃子举俩灯杆，一萝卜举俩头。你拿脑袋，就这你还敢说不敢说？猜猜吧，你敢说我就敢猜，你敢猜我就说。这样，听着啊，嗯，这头像这头，这头像这头，两头像当间，当间像两头。一兔举俩灯泡，一萝卜举俩窝头，我爸举俩王八。Thank you.
都大伙儿。作为一个相声演员 啊，非常的不容易。那当然了，要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你。对，同样，作为一个生意人啊，也不容易。怎么呢？要把最好的东西卖给你。哎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对对对。您看我们后台这些演员啊，有许多人 啊，在说相声之前，都是做生意的。哎，对对。都做过买卖，像什么曹云金啊、徐德亮啊、啊何云伟、李菁啊，啊，都做过生意，都做过买卖。那是啊，您拿刚才那曹云金，曹云金啊，跟刚才那是我主角，原来是干什么的呢？他干什么呀？卖盘的。卖什么的？卖盘的，装盘。哦，这得装盘的。他跟别人不一样啊，别人拆个小门脸儿啊，对啊，有盘卖盘什么的，人家是正版光盘，他不，他不是卖，在马路上卖，直接出去就卖去啊，化妆，化妆，眉毛，红嘴唇，戴个枕头套啊，背个手巾，拿远处一看，跟村姑似的，有时还借个孩子抱怀里。多好的职业不干了，哎，正好别干，留着下。哎，还有那个徐德亮，徐德亮，徐老师，他卖什么？他什么也不卖。他干什么？人家干公司，快递公司。快递公司啊！哎呦，经理。快递员。哎，送东西。哦，给人送东西。他这人啊，好奇心。哦，比较重，什么都喜欢研究。上次啊，给人送一个小包裹。哦，他们公司 啊，在这个中关村。啊，对对对。送到这个梁乡。哦，反正挺远的。挺远的。去一趟啊，倒24次车。啊，这样说的。坐车里也纳闷儿啊，抱这包裹啊，说这里边装的什么呀？那你就甭管了。装的什么呀？你给人送进就成了。装的什么呀？不是你管这事儿干嘛呀？打开看看。啊，别打开看看。这可不能打。掏出工具来。啊。拉开，翻。嗨，里边有不少东西。都有什么呀？10个钻戒。啊。10条金项链。嚯。2个金条。嚯。20块蓝宝石。嗯。20万现金。嚯。徐德亮一看吓一跳，这够值钱的呀，将近100万的东西在我怀里抱着，就是这车上这么多人啊，要是丢了怎么办？嗯，徐德亮赶紧下车了，干嘛呀？回家。回家。啊，往保险柜一锁，行了，安心了。这咋家了啊？这就归他了。过几天啊，有几个警察来了，哎，谈话。是得来。谈完之后呢？啊，就给带走了。啊，这是80年的事儿。哦，2000年啊，他放出来的时候啊，大伙都很高兴。和这代理的呆了，吃了多年呢。对他不学好。是是。后来我们大伙集体改造他，啊，集体教育他，嗯，说相声。这是徐德亮。还有何云伟。何云伟怎么了？刚毕业的时候啊，没工作。那是毕业的时候没工作，找着工作啊？怎么办呢？发奋图强啊！卖水果。哦，卖什么水果啊？卖梨。买辆3轮车啊，上新发地，嗯，蹲了100斤梨。哦，骑着3轮车啊，看见马路边没有城管的啊，往那一停，好，也没照。他离那个3轮车啊，有这么100来米。你等等，百里怎么离那么远呢？害臊了。害臊了。怕别人认出来。哦。刚毕业大学生。啊。啊，没工作，卖水果像话吗？哎，这害臊了。他觉着离100米啊，啊，不够安全。还不安全。拿个棉被。啊。把梨都盖上。哎啊。这回行了。这回行了。我放心了。是他放心了。这一天下来啊，一分钱也没卖出去。他其实卖不出去，怎么办呢？啊，你都大了。你看。
三轮车回家。就这样没完了。道上啊，碰见一个卖梨的。碰见一个卖梨的啊，他有主意了。什么主意？把车往人家旁边一停，往车边一站。人家啊，买大颗梨的，他在旁边跟一句，说什么呀？我也是。
对，多少钱呢？一提钱，嗯，卖菜的这个争议口上来了。钱，咱俩这关系还提钱吗？俩青椒能值多少钱啊？就是，我哪挣不来呀、啊？俩青椒算我孝敬您的，给您媳妇儿赔不是，您拿走吃去。多会说话！不行，不行，拿我当什么人？拿我当占小便宜的？不行，你要不要钱啊？这青椒我不要了，你拿走了。哟，哎呀，您这人啊，我说不要钱吧，您非得给。哎，挣您钱吧，这又不合适。哦，得了，您给一本钱吧。给本钱？多少钱呢？啊，8块。啊，俩青椒8块。8块啊？有点贵呀、啊。就是。这贵，这不是国内的啊。这是哪儿的呀？印尼。啊。空运过来的。啊？多费钱啊！嗯，这青椒啊，也就是您吃得起，哦，别人连见都没见过。哦，那行，这青椒我买了吧。好，8块。从兜里掏出一张10块。嗯，这个给你，找2钱。对，找2块。这2块钱要是找给你，算他没本事。嗯，2块钱你也拿不走。是啊。哎呦，10块的。嗯。跟您说吧，我这刚开张，您是头号买卖，手头没零钱。您说这怎么办？这我给您换去吧，就怕耽误时间。这我也没零钱。嘿，价格了。怎么样？您看这韭菜好不好？多漂亮啊！我给您拿点韭菜吧。对啊，这也是个办法。要不您就甭找您了。甭找了，拿点韭菜。拿点韭菜。一根儿，2根儿，给您。啊，这韭菜1块钱一根儿啊！接过来啊，攥着拳头，咬着牙呀。嗯，行，10块钱，嗯，我买了俩青椒，2根韭菜，倒是够贵的啊。没办法，走吧，走吧。进门口，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心里边越想越生气。哥，小子，我以后再也不买你的菜了。今儿就今儿了，转身刚要骂街，这卖菜的嘴快啊！您再来俩茄子，不要了。谁还敢买呀？这是菜油子。菜油子能挣钱啊？还有那种不会卖菜的。也有不会卖菜，我就认识这么一位。哦，谁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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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谁呀？我哪知道谁呀？爸。哎。您父亲，我父亲卖菜，你怎么知道？李文山，李先生的父亲，陶云金。行了，不会卖菜这我会，跟曹云金没关系。不是你爸爸不姓曹吗？谁姓曹？姓李，我爸爸姓曹啊。姓什么？姓李啊。叫什么呀？李有德。这名儿起的不亏心吗？当娃娃时候就给我起的这名儿。李有德。李有德。李有德，他父亲。对。不会卖菜。是，不会做买卖。没办法，怎么办呢？啊。还得接着卖，告诉哥啊，在胡同里，人家卖菜都溜达啊，他不怎么样、啊，往那一蹲啊，快手戴着，哦，大门里出来一孕妇，哦，舔着大肚子出来了，哦，卖菜的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好，来买主子，你说你过去不就得了吗？是应该呀、啊，他不干嘛呀，喊我啊，喊你买菜呀、啊，就是啊。你真买假买呀？我真买呀！赶紧过来过来，说好这买我过去。等会儿啊，韩子超，过来。啊，美哥，你要什么呀？好、啊，大哥，给我来3块钱的青椒。哦，3块钱的，等着我给你拿啊。哎，3块钱啊。走，我，哗啦，我这一大把，给你这3块钱的青椒，可不少。这孕妇一瞧。3块钱给这么多啊，肯定不好，张嘴就包呗。哎呀，你这
这青椒不辣的。不辣。你是中国人吗？啊？见过青椒吗？这怎么说话？青椒能不辣吗？啊？你不怀孩子吗？就这么说吧，你吃了我这青椒，能把你肚子里的孩子辣哭了。啊？怎么这么别辣的吗？孕妇一听生气，啊？你怎么说话？会说人话吗？呵，哎哎哎，三说两说，矫情起来了。好，这矫情来了。这功夫啊，这个孕妇的婆婆出来了。好。哟，儿媳妇，这怎么了？啊？怎么回事？矫情来了。嗨，这卖菜不会说话。您父亲，拉开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老太太，她是你儿媳妇是吧？甭跟她说。听我的，我呀卖菜，他说来三块钱青椒，我给他捧了一大捧，不少。他说这青椒不辣，我说肯定辣呀，能把你肚子里的孩子辣哭了。哎，就别提这茬了，是不是？肯定辣。做生意嘛，以诚为本。我要是骗您啊，我不好。我要是骗您，怎么样？我是您儿子。啊。老太太一想，不对呀、啊，这怎么说话呢？这是我儿媳妇儿，你是我儿子，好小子，跑这占便宜来的，把鞋一脱，啪就是一巴掌，咣就是一拳，咣就是一脚，那还不打？老太太身手不错，您父亲扛进去了。啊，儿媳妇儿过来给婆婆擦汗，哎呀，婆婆辛苦了，婆婆辛苦了。告诉你啊，卖菜的，以后再来，哎。我扒了你的皮，您父亲没办法啊，三十天好了，赶紧走吧。一拐弯儿啊，碰见个尼姑庵。哦，您父亲啊，啊，不知道这尼姑庵，一直走走道，哎，就看有面墙啊，把这个单子搁墙边上，好，菜条都撂下了，自己往那一蹲，越想越伤心，对，越想越难过啊。眼泪下了，连裤子都湿了。啊，裤子都湿了，眼泪太多了，难过。啊，这时候打个泥罐里出来俩小尼姑。哦，一个人啊拿着扫帚，一个人呢拿着破帚。那是打扫卫生。对，在寺院里打扫卫生。啊，一看，看见您父亲，把您父亲当成卖菜的，带着摘菜。哦，哎，卖菜的，别给这儿摘菜呀，都弄脏了，我们怎么吃的？就是啊，您父亲抬头一看，啊，哎呦，对不起啊，大叔。大叔，大叔像话吗？啊，不是，我跟您说，我这心里边难过，难过，难过，你卖你菜的，在这儿坐着干什么呀？啊，我不想卖菜了。啊，今儿啊，这是我倒霉。我刚才啊，让一个老婆给我打了。哦，我就知道我今天得倒霉啊。怎么了？昨天我做梦啊，啊，梦见姑子了，梦见姑子帮人呢。老姑子还好，要是梦见小姑子，更帮人了。这俩姑子一听生气了，啊，拿着票，拿着条子，拿着锅，咣咣咣咣，又打一通，照着脑袋就打。又打了，跟不要钱似的。没办法啊，跑吧，还得跑啊。跑着跑着，撞见一和尚。和尚啊，这和尚是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问道。哦，把您父亲拦住了。哎，掌柜的，您等会儿啊，我跟您啊，走通个道啊。哎呦，您这怎么了？脑袋上怎么这么多包啊？他哪有打的？跟释迦牟尼似的。怎么回事啊？看，您甭提了，刚才那老婆打我，不说了。啊，就在刚才，在那门口，我被俩人打了。啊，他们叫我卖菜去，我说我今儿倒霉。昨天晚上梦见老姑子好，梦见小姑子更倒霉。这和尚一听，嗨，搁我也得打你。怎么的？那俩人就是姑子。哦，那俩字呀，以为藏不在和尚。感谢您的掌声。哎，这卖菜说
喝的不好。你就不喝。你听完了。说点什么呢？说点什么？不是，说点实事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说点实事吧。说点实事。啊。说什么实事？说我吧。什么废话？我定了一面锦旗。啊。您先请您家去。哦。好人啊。好人。李文善，李先生。啊。还是怎么逗？不生气啊！不能生气啊！为人好啊，家里边有钱啊，跟我们这帮小孩呢啊，关系也挺好啊，挺好的。但是呢啊，最近身体不是很好，哎，有点小毛病，得病了，不是什么大病啊，没大病，不是什么大病啊，就是非得爱自癌。还不大吗？没，不是你要说就是哪有什么大病去啊？什么病呢？那什么病呢？便秘，这你倒说，这几天上火，妈，是这天几天对了，这是对的，肚子都憋大，对，头发都憋没了，没那么厉害啊，拉不出屎来，听人说啊，吃香蕉啊，拉肚子能拉出来，哎，对，吃吧，一天一把，不是糖啊，不管用，还不管用，上医院啊，打针，嗯，不管用，吃药不管用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自己想办法啊！天天啊，上胡同那公共厕所里边蹲着。嗯，对。从早晨，嗯，七点，嗯，蹲到半夜十点。中午吃饭呢，媳妇儿给送。我那是男厕所。不是，他写那个窟窿，扔进去。那是监狱。一天我都认了，一天一天蹲着啊，拉不出屎来，哎，心里边着急难受，死的心都有啊。说这样，先生正跟那蹲着啊，就听见门口有人喊：“谁呀？”“闲人闪开，我要拉屎了。”这谁都嚷嚷了？李先生一看啊，认识谁呀？张文顺，张先生。对，张先生进来。张先生进来之后啊，蹲李先生旁边啊，往那一蹲啊，嘁哩喀喳嘁哩喀喳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，拉完了。屁股朝着都见不。李先生，先生一看啊，心里边高兴，高兴啊，羡慕人家啊。张先生，您身体真好，有能耐呀、啊。张先生说话，有什么能耐呀、啊？啊，我忘脱裤子。就是我做牺牲，我
先进去看看。哎，你看还是人招呼似的。若有不测，我就大叫一声。对，你们好。对，我舍身取义。嗯，行吧。好。大齐刷刷鼓掌。对，大仙，进去。进去了。有这么十分钟啊，张先生吐着出来。怎么了？嗨，甭提了啊，里边有个原始人啊，长得太丑了哦，我见了都想哭，哇，所以吐出来啊，忍不住，忍不住。邢先生乐了啊，没能，我进去看看去。就是，邢先生进去，这见得多呀，没有七分钟。邢先生吐出来了，他也吐出来了。里面的人长得太丑了。王先生乐了，有点意思。我去，王先生进去之后，没有两分钟，吐着出来。哦，也出来了。可真没意思。真没意思。那人长得太丑了。这太丑了。看不得。没法看。李先生乐了，你拍胸脯，看我的。李先生刚一进去啊，那原始人吐着出来了。好，下面请欣赏相声《窃大鼓》，表演者何云伟、李菁。好。还有我个人的影响的啊，因为我面子在这儿，意思。我唱得
么月份？您上这找什么段子呀？我。
我这人不服这。好，好，就这脾气，不让唱就唱。好拧，就唱，唱那会儿，谁拦着我，我跟他干。我就这脾气，不还硬，不硬比他还硬，就怕软的。让给让给我，说两句客气话，就是。就是脾气没办，您这意思说两句客气话你也不唱，就许不唱。那这客气话咱们说呀，咱会说这个。不还硬，这位先生，谁？这儿说话。您呐，您唱的这弦子是，我们好几十年没听着。上哪儿听去？您不会呀？那是啊。您刚才唱的这段太小，您看待会儿唱一大段。嗯。再说了，您好像不太卖力气。哦，再唱的时候掌上两个调门，给我们大家伙儿知功知令。您再唱一遍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哎哎。
你都会唱什么段子呀？唱的都是小段，多一点听看。哎，小段没劲呢。依我说呀，你会唱长篇大书吗？我爱听长篇的，我爱听这长篇的故事。会，会，他会，不会？他干嘛说会？愣要说会。哦，是为什么吗？说这买卖不能犯规。对，不能让人叫走。走，我会。那您会？我会唱《西游记》。西游记，这书好吗？对，太明，都知道这故事，随便编编就能演。嗯。那咱们把价钱谈一谈，多少钱一段啊？大娘，我们这个第一个，什么呀？润朽，润朽，您是听一宿啊？您是听半宿？这个一宿怎么说？半宿怎么讲？您要听一宿啊，要您40块钱。那么要是半宿呢？85。这半宿怎么比一宿还贵？唱完了半宿，那半宿你爸爸也住店了，把店钱也算了。妈的，机灵！还是听一宿合算。对，来来，跟我走吧，我试试，给我唱一宿，把这个你爸爸就领到家里。到家老太太高兴了，街坊老太太们，什么婶子呀、大娘啊、姥姥啊、四舅子呀，都来了，要请请客。哎，老太太们都坐好了。你爸爸当中一站，板拿起来就开始唱。你写一段，叫竹板书西游记啊。我要写什么呢？大仗猪八戒。
窦窝头也说我，对，吃了吧，吃了两个窦窝头。红着就下饿着我也行了啊。哎呀不行，哎呀渴了，两窝头噎得渴。今天有茶水，没有茶水的，没有茶水了，有凉水，凉水爱脏酒，爱缸里去年八月别挑了。水那缸里的水呀、啊、都长了小虫了，就是啊，喝到肚子里的那个饺子愣了，咕噜噔咕噜噔凉饺子。哎呦呵，这回就，哎呀，这十二点多，这天又不咋了，我睡哪儿？你睡哪儿啊？你呀睡外头屋，我睡里头屋。好，那也行，我还给你烧炕。老太太真卖力气，炕烧的热热的，热情。我这有啊新棉被，你盖上。新棉被，老太太还挺照顾的，没想到。老太太惹祸了，你爸爸吃那东西要命啊！吃的什么呀？凉窝头、凉水，一下肚你就热炕一腾，上面热棉被一捂，到晚上你爸爸这屁饭。
确实是，说句实话，我很羡慕。就这还羡慕？娶了一个很好的妻子，实诚人，老实人，对您既体贴又周到。对，不对啊？可是他媳妇儿他有缺点。对，没有完全他们嘴太碎。对，碎嘴子，一天到晚频频叨叨，不张灯。两口子商量吃饭，你媳妇儿嘴就不停。早晨起来刚一睁眼，他媳妇儿嘴就开始了啊。这到北京，咱们今早起来吃。是这叫马三立。小戏法我学不了，知道吗？那也别憋憨喽。我形容你，你这人你甭形容了。这早早起来咱吃点什么？咱吃点，比如说咱吃点这大肠，咱吃点这大鸡腿。因为他爱吃我鸡腿，因为我这鸡腿啊，他不说他肥，知道吗？我这鸡腿啊，他辣我，我给你好啥的，有点咸味儿，哎，有点咸味儿。咱不能吃鸡腿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们不吃鸡腿的，因为这个那天我听这个广播呀，华夏在说了，说这鸡腿啊，这东西啊，早上起来不能吃，它油腻，你知道吗？油腻，它不能吃炸鸡腿，煎炸鸡腿，还不能吃，这俩不能吃炸鸡腿。怎么这怎么还急中生智，你媳妇儿